俺们班一个就是30块一粒高粱，吃过去十多斤了。人家弄漂亮的就是全我送的，我说留着过年吃。姑娘早得很，那过年起码长30公斤。嗯，要长50斤起码。那么你想吃嘛，就给你晒了嘛。哎呀，怪高粱。看啊，这是泸州正宗的跑山鸡哈，看到我关子好大呢。哦哟，不得了不得了，那圈儿我送的，我都舍不得吃的。来，换个圈儿我转了。鸡毛。好的红烧不成，你要吃高粱，咋了不？哎哇，票好嘛不？正儿八经的购车票，往站看点儿。阿旺今天给你整个黄豆鸡，这个我们南汽特色哈，黄豆鸡。哎呀，鸡丸一分为二，这半跟阿旺熬汤，这半整黄豆鸡。剁成小块。今天只吃一个蛋啊，切点姜蒜米。再多切点泡姜泡椒。再切点小米来二斤条，特色用啊。多一点二斤条。大概是1:3。大葱头子。来准备一斤黄豆，清洗一下备用，不要提前泡哈，才吃得出干香。阿公，点火哦！要得开干。菜籽油，来点猪油，必须要混合一下，下点花椒、姜蒜儿，下点鸡肉，直接生爆。过2-3分钟，下手泡椒泡椒，你得炒出锅气哈哦。再加点豆瓣儿，再来点锅边醋，一点白糖，没有泡的黄豆就先下锅哈，加入清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、胡椒粉，撒开转小火，大概50分钟左右，这是土鸡哈。快收干了，放个大葱、青红椒、要得了，起锅。再点这点葱花儿，来就这份南汽黄豆鸡，我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南汽黄豆鸡，我厚几两皮，你买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3块哟，欢迎来南汽啊，吃黄豆鸡。来呀，我请哦！要得开干了。上我们的南汽黄豆鸡嘛，来嘛，这块镜子搞搞。哎，真的泡了，你看，应该是泡了。就说这个味儿啊。是我洗高粱是好吃。哈哈哈！我吃高粱这味儿是好吃的啊。来呀，我这块镜子记住，要裹好油啊，裹好油才好吃。黄豆鸡刚怎么玩？那黄豆就是这种，有点干香干香的。这黄豆等下拌米饭，饱得很。没有？对。哎呀，连我三黄鸡吃起，完全就味道都不一样。那三黄鸡老在高粱吃。爷二哥，你送这鸡味好吃。哎，正宗的跑山鸡。中了吧，吹这个。来，我整一个。
方便快点来，眼睛让我想一眼。耶，阿光下血本了，今天这两块排骨是要把整桶你半罐吃下去。这一三别说的没的，人家半买半送，这两块排骨在凉不到的点儿。那人家表叔肯定是成本价卖给你的，平时我要买那么多嘛，起码是五六百跑不脱嘛。你们眼睛人买的是东西，没要别好多人进价都不讲。哎，那我们不是一样的，你说我。洗一盘菜，先改成跳跳，再剁成块块。排骨啊，啊，做两口味吧。好，给你安排吧。好，你先去玩啊。小块，大块。阿刚点火二，要再开干。先把骨头焯水，下葱姜、料酒，准备点辅料，切点葱姜，大概香一。焯好了捞出来洗干净，然后再区分大小，烧一点油，放点白糖，炒个糖色，熬至枣红色，下入排骨，翻炒上色，再下入香料，再加入清水，水会多一点，放点生抽提鲜，适量的香醋，让它跑得更快，烧开以后转小火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时间到，再大火收汁，这样很漂亮哈。要得了，七哥。点缀两个香菜，红烧牛排骨送给你们，番茄去皮切成丁丁儿，砂锅烧油，爆香葱姜蒜，再下入番茄，炒出汤汁，放入排骨，再调味盐巴、酱油、胡椒粉，加入清水，烧开转小火，每个小时。做得稍干啊，再点缀点青红椒，配色用，点缀盐须即可。最后一个番茄牛排包送给你们，就这个牛排两只，我厚几两皮问你们，个小红心你们会给吗？三颗哟。来啊，我请哦。要得很干。来哇，老杨，怎么？好。来，我先给你整个这种，叫啥子？番茄油来不？你看，怎么三瓣三瓣的给你，开胃的。哎，我请你尝。嗯，能泡完了。怎么你尝尝红烧的？不得肥腰吧哥？嗯，酸梅酸梅啊，对。热天就吃点种酸梅酸梅的开胃。嗯，其实今天这两个菜啊，基本上吃的是本味哈，我没放过多的调料。我好烫。就有点烫。那能能吃吗？哎呀，这个东西，红烧的人往往是啊。嗯，这样都是怕的，是吧？全部必须顶成怕的。你觉得哪样好吃点，老公？啊？两个菜哪个好吃？哪个？全部上面那个人是吧？嗯。我觉得两个口味哈，你们都可以尝试啊。买不了牛排就用猪排。哎，给我尝尝下吧，你。嗯。你买点啥白糖？反正我又不洗的。阿公，冰箱拿剩了半个土鸡了嘛？我也整个排骨汤啊。弄个这块天一吃是汤嘛，汤吃块再弄个其他口味。那我给你整个开胃点的芋头鸡嘛，哦，还吃些烂乎乎的。那我再吃一层肉。今天这个鸡儿是调到资格的土鸡哈，这崔二哥从泸州给我带过来的，上次吃了一半，还剩一半。今天整个鱼儿鸡，把皮儿给旋了。你看这个肉子哈，全是鸡肉，没有一丝赘肉。哦，正宗的跑山鸡，剁成小坨坨。辅料准备点姜蒜米。这个到时候拍一下就可以了，拍筋，再切点泡椒泡椒，再来一块火锅底料，再把鱼头一分为二。阿刚点火二，要得很干。烧一锅开水，把鱼头煮个两三分钟，煮到这个黏液哈，烧出来就不会混汤。看把这个鱼头的粉就煮出来了，全是圈圈，拿出来放到清水中，避免氧化变色。
锅烧菜籽油，猪油调成混合油，下到花椒、姜蒜儿，一点豆瓣儿，泡椒火锅料，一把干香椒，直接下到鸡尾儿，鸡尾儿就不焯水哈，焯出来鸡肉哈又老又沉，搞得不动，小火继续爆香。擦干水洗，锅边放到高度白酒，带走最后一丝腥气，再加入啤酒，适量清水，稍微多一点哈。这是一个油汤菜，调味盐巴、鸡精、蚝油、胡椒粉，撒开先煮二十分钟。切记哈，小火，再切点二荆条，配色，大葱就是。快起锅再放，再放到鱼头。再烧个25分钟左右，因为我是土鸡哈。时间到了，再放到二斤条大葱头，看到鱼都趴了就可以了，好巴适。鸭子来起锅，再来点花椒、干海椒、蒜米子，九成油，万能油。再点缀香葱一把，就这个重庆鱼儿姐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个小红心你会给吗？三颗哟，来啊，我请哦，要点黑干喽，先上几个干嘛？哦，嗯，老子不，先上菜啊，不要撇肚，饭都不要做的，吃鱼都当等。这是一个重庆江湖菜啊，哦，大麻大辣，讲究的是啊。还有土鸡儿心啊，嗯，那土鸡三十买的不？哎，嗯，好没有？你现在啃了吗？很多人不啃啊。好，这你顶住了。二十斤。二十三。23大致是两门吹别块你买不得。是吧？二吃的这种土鸡嘛，其实还从我们小地方感觉啊，啊，嗯。我啥东西土货都吃的，嗯，我基本都给你弹性大得很，哎呦巴适，这鱼头就当饭吃了，嗯，那俺那意思是，你说俺干不动，干不都不怕了？嗯，我说你上面这里到底很鱼重啊，那是重不好的。真的是呀，大鱼我都压不花，懂我的很。我有点在怕呀。啊。我用不好大鱼呀。嗯，没得骨头，那个鸡肉块你什么用？你这个罐子，看嘛，弄怕的。哎呀，怕的。这罐子。嗯。那这罐子起码都有二两，我跟你说。还难得买那种大罐子的吧？当然没。要红那种啊，红那种更安逸啊。你看这鱼啊，又加油了，粉得很。一口鸡肉，一口鱼头，哎，滋润巴适。来一点吧。好吃个鱼。嗯。把我们那香肠了嘛？再去吃吧，你弄啥子我吃吧。来了。